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个大家庭，在七嫂的带领下，然后我们摇旗呐喊。3月8日，秦岚古装新剧《隐娘》在横店正式开机。据悉，该剧主要讲述唐代女子刺客组织白玉京在朝廷暗中支持之下歼灭各路枭雄的故事。剧中秦岚将饰演有着白玉京第一之称的宁静海，另一位主演郑业成饰演的朱静，在剧中是一位身份神秘的翩翩美少年，并藉此获得胡连星饰演的白玉京绝顶杀手月流沙的好感。月流沙为此想要摆脱刺客生涯，却在朱静意外身亡后沦为复仇的奴隶。该片导演是来自香港的戚其义，戚其义1986年便开始执导电影，2013年监制的宫斗大戏《金枝玉孽二》口碑和收视双扑街后，戚其义便逐渐淡出影视界。这次重新回归导演一职，继续拍摄勾心斗角的古装剧，想必也是提前做了不少功课。不知网友们都期待这部剧吗？欢迎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哦。如果回到那